依旧点的是黑白粉。哇哦，这次也太多了吧。哇哦，我们的外卖 vlog 回归，很久没有吃非凡了。这一家就是澳门本地的小食店，就是类似麻辣烫吧。哒啦，丸子开大会，各种丸子，非常澳门风味的小食。我每次吃非凡都会吃的印尼捞面，巨大的炸鸡腿，我觉得非凡的炸鸡腿还蛮好吃的，特别是他们家盐酥鸡，很正宗。这就是今天的宵夜。其实我每次都喜欢家里面，但是这样看不到我的丸子了，怎么办？我觉得银多捞面属于两极分化型的吧，爱的人就觉得它很好吃，比如我，不爱的人就会觉得它很难吃，对吧？这是有鱼子的鱼蛋，正宗垃圾食品。大家回想一下读书的那个时候，你放学的时候来一碗这个，你就会觉得你超幸福。然后我这炸鸡上面撒的是甘梅粉。哦，天哪！炸鸡上面撒那个甘梅粉巨好吃，我真的觉得他们家炸鸡炸得很好，但好像不是每一个非凡的店他都有卖炸鸡。好好吃这个炸鸡，真的我强烈推荐来澳门吃非凡的炸鸡，真的炸鸡腿跟盐酥鸡巨好吃。这声音今天吃酸辣粉，这家酸辣粉在我的外卖 vlog 出镜非常多次，因为它真的非常好吃。然后还有一杯奶茶，今天就浅浅来吃一碗酸辣粉吧。然后我这次点的是啊，我把肥牛看成肥肠，然后我点的是全肥肠的，我救命啊！虽然他给了很多啊，但是我要吃的是肥牛，我看错了。有时候你点的时候你就啊，我的妈呀，叮咚。然后依旧点的是黑白粉。真的超多肥肠，巨多肥肠，有种在肥肠里捞粉的感觉。哇，就这样。好辣，哇，巨辣。他们家肥肠都是那种卤的很入味、很软的了。虽然不是肥牛，但肥肠也很好吃。又辣又烫又好吃。
吃哦。我戴了个眼镜，因为我刚刚不小心辣油喷到我的眼睛，防止它再次发生。红薯粉算粗粮吗？算吧。还有这么多肥肠。又是美好的吃外卖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吃啦啦炸鸡紫菜包饭，泡菜的，哇，长这样，哇，干杯。先来吃一口紫菜包饭吧。松啊，松了，烦人，这样子啊，松了。好吃，很久没吃泡菜。还是蛮深得我心的。这个呢是辣味芝士雪花的炸鸡，像这样。这一集吃鸡的频率又开始高涨了，也哈哈。有点干，说实话我还是不喜欢这种沾粉的。就比如说我最近经常刷到那个不是很火一个什么政坛炸鸡吗，大家都说还蛮好吃的，是吗？那个政坛炸鸡真的好吃吗？香香香。鸡真的很好吃。叮咚，同志们，我点了热狗。这家是新开的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，看上去好像还不错。干杯。很浓，它的鸭子香，它的茶好浓。
超浓，哇哇，天哪，这芝士也太多了吧！我点的是一个芝士瀑布的热狗，哇哦，这是一个经典美式热狗，我很爱。那我们今天就浅浅来吃两个热狗吧，咯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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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软，天哪！它可能已经凝固了，是不是？我要不要热一下？我刚热了一下，巨烫，怎么办？经典美式热狗，然后它的热狗面包，它是用这种黄油的排包做的。这个面包我也其实也挺爱的。好吃好吃，很够味。它这个黄油排包用黄油再煎过，很香，好好吃好吃。意外的很好吃耶，他们家热狗非常多味道，还有我很爱那个创新的那个泰式打泡的味道，哇，我下次一定要再点。我超爱吃面包，叮咚，这个是我点的。天哪，被我夹的时候这面包超脆，它里面就是拉丝的芝士跟芝士片，看上去视觉效果很强，很腻，还是这个好吃，但也不错啦，爱吃芝士的人应该会喜欢。太爽了，叮咚，我刚叫完声曹餐厅鸡，然后还点了一个麻婆豆腐盖浇饭，叮咚，这就是今天的午晚餐。因为它这个汁还蛮多的，我把全部饭倒在里面，我又觉得有点湿湿的。蛮好吃耶，单吃也没有很咸。哇哦，哇哦，香香香香香香。啊，喂你们一口，天啊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我爱大米饭。中国人就是爱吃拌饭。太好酥哦，它的菜太多了，所以我觉得这米饭有点不够啊。有的人喜欢吃那种黏黏糊糊的拌饭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太湿了，因为我觉得拌饭的主角还是大米饭，有人跟我一样。巨好吃，但没有很辣。
鸡腿儿。我很喜欢这边的茶餐厅，他们的鸡腿都是这种生炸鸡腿，就是他们表皮是不会有那种脆皮的，但是有脆皮的我也很爱吃啊，只要是鸡我都爱。太香了，我以前有点过这一家了，但是我都没有点他们的这种中式的盖饭。失策啊，失策啊。香。下一口下米饭，人生足矣。